的发挥自己不是很满意，没有完全跳出自己的训练水平，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。今天总体发挥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，就是第三跳稍微有点小瑕疵吧，然后也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吧。主要还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吧，然后我们训练时间也相对比较长一点点，然后其实也挺枯燥的，但是大家都也很努力的在训练，然后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团队在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们，我觉得也是我们成功的很大原因之一。